完工前，完工后。来，我今天来拍的是往上一点，我们国中部地下室的自习教室，自习中心，即将完工。快完工吧，这样我就不用说话。这边应该是帅气的警卫大哥，不是、啊，人家是老板啦，帅气的老板。没有椅子。哎、欸，不要碰，我们都不要动，不要动手，不要碰，还没验收哈，什么东西都不要碰。对，因为这个手腕上不能聊天，不能聊天，是，这样不能聊天。那以后我们就有话，那就不要说话了，我觉得很加分。是，碰不要急。好好哦。哎，以后不要说话。话题过，我怎么感觉快要加分了？推出中心哈，好，你往前走才知道这个人跟教室的比例有多。也有99个位置。不要碰哈，动作不要碰，走过去就好了。好，不要动手哦。位置很多，一排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一排有9个座位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桌子有一个日光灯啊。来，黄富，你指一下日光灯，那不要碰到哈。对，日光灯啊。然后桌子桌面很大，然后中间有一个小隔间，手不要碰到哈。还没坐，还没接电。哎。正好在往下呢。然后这边到处都有摄影机监控，应该不止，还有很多摄影机，超多台摄影机的。啊，这个窗户正上方就是我们国一合班，是哦，上面就是合班的外面。合班，合班。要我从外面那个。合班的外面，上面是合班。从外面招呼给爸。好啊，好啊。不要不要，我们要上去，我们要上去。你给我拿。好。哇，我们有很棒的自习教室。天花板好矮，让人有压迫。这个比我放最好放，这个比我放。哎，这个比我放。说话怂呢？对啊，最好跟老师在公司里。这里是监控中心，正在测试当中。从监控中心往外看，你们上去，上去。好，摄影完毕。